我想那个好玩的东西。什么？这个赚到什么？我们去做什么？啊？逛街。走，逛街去。这里在下吗？不下，下一站。好无语。下了，下了，下了，下了。终于可以下了。好想喝东西啊！等我一下。嗯，咖啡。找家最近的咖啡店。坐这家吧。可以。富迪咖啡跟王者荣耀合作推出了三款定制款，要不要试一下？可以，你算一下，看一下喝哪杯。喝不完呢，喝不完可以待会拎着喝嘛。我们今天要按照他指示走。我跟你说，他的纸袋和杯套都是定制款的，超好看。哇，给你的吸管。好看，贵吗？很便宜，我有抖音新客团券，八块八一杯。你要哪一杯？这个。怎么样？嗯，这杯好喝，加了蜂蜜，好清甜。你试一下。试一下这杯。嗯，不错。突然好想开一把。舒服，放进去。姐姐，今天好玩吗？好玩，大家看甜甜的视频，怎么样？真的感觉很新鲜。但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，这样你就会期待接下来的每一秒。可以，我下次还要玩。最后玩。思考，快点。你耍赖。